常打头，你真是太久没来新加坡了。我们新加坡的粉丝们呢，就是很想念您，你知道吗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大家好，很久没见了，你们想我吗？非常的想啊。那陈伟呢，今年是第一次入围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入围，各位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。陈伟要先说嘛，我很喜欢的你这套礼服呢，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嘛。谢谢，要隆重其事嘛。对，这样讲一下嘛。两位呢很久没新加坡，您陈伟有来过新加坡吧？自己有来过。这样来新加坡的时候呢，最喜爱吃什么？你看新加坡都是美食嘛，对不对？最喜爱吃的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有吃过的一个胡椒蟹。哦、oh, ，black pepper crab， 胡椒蟹。欧阳大哥呢？我呢，想说的已经说了，但是另外有一种东西，我每一次来新加坡，我都必须要吃一次，起码吃一次，就是海南鸡饭。哦、oh. ，海南鸡饭就是。跟香港跟其他地方不同，就新加坡的海南鸡饭特别好吃吗？好吃，是饭好吃，辣椒好吃，还是那个鸡好吃？什么？饭好吃，辣椒好吃，还是那个鸡好吃？鸡不可以没有辣椒，辣椒不可以不吃饭，没有吃饭不可以不喝汤，一条龙合在一起是最棒的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，两位呢也入围了不同奖项嘛，对不对？有信心领奖吗？我有信心，欧阳包贝啊会得奖。我提名什么？你提名很多嘞，我提名都不知道。入围我最爱 TVB 男主角。我最爱 TVB 电视男角色，还有我最爱 TVB 荧幕情侣。哦，怎么样？谢谢，希望中了。